设 A、B 为一试验中的两事件，且 PA 等于二分之一，PB 等于三分之一。第一小题是求 PA prime 之值。第二小题，若 PA 连积 B 等于12/7，是求 PA 交集 B 之值。第三小题，若 A、B 为互斥事件，是求 PA 连积 B 之值。第一小题，根据定义，我们可以知道 PA prime 等于 E 减 PA 等于二分之一。第二小题，根据几率的取舍原理，知道 PA 连积 B 等于 PA 加 PB 减 PA 交集 B，所以 PA 交集 B 等于 PA 加 PB 减 PA 连积 B 等于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减12/7等于四分之一。第三小题，因为 A、B 为互斥事件，所以 A 交集 B 等于空集合，因此 PA 交集 B 等于 PA 加 PB 等于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等于六分之五。